我们生活在智能世界里，这个世界每天都变得越来越智能，物联网已进入制造业，带来无数新的数据点，开辟了提高运营和经济效率之路。遗憾的是，我们数据收集速度快于数据分析速度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资源稀缺的边缘，管理计算相当困难。这一噩梦终于结束了，一切得益于 Stratus 推出了 ztC Edge。这是一款专为工业边缘环境设计的零接触、虚拟化、自我保护的计算平台。它采用紧凑、坚固的设计，支持从数据中心获得计算，而且更接近工厂车间的数据。在边缘位置功能越强大，意味着机器正常运行时间越长，决策更快，盈利能力更强。针对工业环境改进的企业技术既繁琐又复杂，而且需要 IT 员工持续关注。凭借内置的虚拟化平台和可用性层 ,ztC Edge 易于部署、管理和维护。它可以在短短30分钟内完成安装，并可以在系统运行时更新，无需重启，意味着减少停机时间。ztC Edge 可以帮助您的业务不间断的正常运行。ztC Edge 树立了可靠性的新标准。ztC Edge 包含多个冗余节点，但作为单个系统运行，它会持续评估其运行状况和性能。如果 ztC Edge 检测到可能发生 CPU、内存或磁盘故障，它会主动将工作负载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，从而确保应用程序和数据的连续性。对于需要额外保证层的客户 ，Stratus 提供基于云的系统运行状况监控和管理服务。ztC Edge 可以配置为通过安全网络将系统日志发送到 Stratus。Stratus 将对警报进行分析和分类，以便在故障发生之前预测故障，从而帮助确保您的边缘应用程序始终运行。可靠、牢固、高效、易于部署、管理和维护。Stratus 推出的 ztC Edge 重新定义了在边缘的计算。请联系我们的工作团队来索取报价，并打造边缘计算的未来。